我们在录全景视频，到时候请大家到我们的 B 站去观看这个视频哦。第一视角带你体验飞机机舱当航空机长的感觉。在拍视频。起飞。起飞，只能起到这里吗？应该后面可以卡进去的。对，它这里是 on 了，就是对，这里是 off， 这个应该是关了，到后面后面是关掉的。你刚刚是怎么？你看这样子是关，嗯，然后再往下按就可以往前推。对。哇，好神奇哦，这些东西。大家看啊，仪表都还在的啊，但有些仪表是假的。这些是假的仪表，你们看到？对。但这些是真的仪表。哇！哎，总开关。啊，开。哦，是这个，原来是。亮了。然后呢，大部分仪表呢都已经换成假的了。对。都是模型了。只有这一排是真的。嗯。其他不是模型，就是一片纸。然后大家看里面的线路啊，这架是真飞机啊。哦，哈哈，哇，这里面完全能够看到啊。现在有点乱啊、哦，不过现在它应该是接了那个其他的线。这里面，哇，好神奇啊！然后大家看上面，哇，这里也是真的吧？对，这个都是真的吧？这个换掉了。对。这个会不会是控制后面的灯？哦，不是，我猜错了。哇哇，这里有这么多的东西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九泰航空公司航班 9C9C 由建德飞往杭州。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是999公里，预计空中飞行时间69分钟。本次航班的机长是韭菜玩具的阿九，事务长是韭菜玩具的老蔡。如果您在飞行过程中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，可以联系我们的空乘服务人员哦。我们在这个驾驶室的入口处发现了个秘密的地方，哇塞！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餐厅的机房。应该有另外的入口可以进去吧，除了这里。对呀。OK。要把它放回位置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